Hello， 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阿龙啊，欢迎回来我们妹妹边缘世界狂犬的实况啊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一边营运我们的植物地，一边呢，我们来解任务啊。那就上一集结束之后呢，就来了一个凯道的财库的这么的一个任务，那就是说呢，会遭到这一个派系的三名凯道的袭击啊，就希望我们能警告这个凯道，然后放这支远行队离开去我们的这边了啊。那这个应该是翻译有问题啊，应该就是让这个凯道来攻击我们，让这个远行队离开这样子吧，我猜。那这个因为有三组敌人呢，所以这个任务可能会很难打啊，所以就拼一下机会吧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要不先等一下啊，我们做这个，我们现在放做一下这个太阳能板。那这个太阳能板呢，其实在上一集之前就已经有研究好了啊，不然但就上一集完全忘了这个事情啊。这边我们先把它给做出来吧，我们省一点木头啊，我们木头还蛮。那你哦吼 ，master 级的，那我们就我就做了一点衣服了，让我们优卡穿。那这样子呢，优卡的防御力会比较高一点点了啊。OK， 那再稍微的做点帽子出来吧。啊，帽子你做好了。应该都做好了吧，他们自己就穿了啊。OK， 那这个维修呢，那个研究已经是快要出来了。哎，等等，嗯，ちょっと待って，是想这样还是这样来着？这样子吧，所以就是没有做错。好了，那这边再挖掉一点点就行了。OK， 那我们稍微的先等这个研究好了。OK， 那然后我们来研究这个板夹。那研究了这个板夹之后，才能研究这个防弹衣啊，是有点麻烦，不过也得要做呢啊。OK， 那这边我能拆掉这个屋顶了，可以，那就把它给拆一拆吧。那拆掉这边之后，我们先做一台这个太阳能发电，太阳能板，反正我们有这个电池在嘛，晚上没有的话，那就让他们就传一下电力这样子啊。 OK， 那我们就来接这个任务吧。这种任务我自己试一下玩的呢，有四个，我不是玩一个，那么就反正就是四个了，它不愧是立马就会来敌人了，所以就慢慢你这只黑豹想怎么样。OK， 那这个，这边就慢慢的给它挖掉一下。我们缺这个石砖了啊。那打这个凯道啊，风险还蛮大的啊，毕竟凯道是拿枪的啊。我们现在还有人是拿着这个弓箭的啊。手术灵感好。OK， 那这边我们就挖掉这个，把这些石砂岩块就拿回去吧。啊，然后跟德拉索斯，还是不要啊。这个海盗来袭以前，我们还是不要作死啊。
尽可能不要受伤。哎，多的是那这边我们人变多了，这个医疗床我们多做一张，避免说等等这个开刀啊，把我们的人烧伤的太严重，然后没有人，没有不够的床去休息啊。OK， 那也差不多该准备了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，不过觉得说，准备一下就差不多了，该吃饭的吃饭。OK， 这个天花板塌了。哦，母羊驼驯服成功。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多，可以收这个羊驼的毛，可以，我记得羊驼好像也可以拿到油奶，所以呢，我们食物种类会比开始会慢慢的丰富起来啊。OK， 这洞我让他们睡在这个洞里面好了，反正这个洞。之前挖钢铁的围楼下来的一个洞，然后呢再让动物固定在这个方面吧。哎呦，也是老样子的一个放去。 OK， 虽然觉得说让他们自由走动比较好，不过你们这样子走来走去，我们冰箱的那个智能都来不及智能了啊。这个门一直打个，一直开一直关，一直开一直关，还搞得我们厨房那么的冷啊。好的，那你们两个就去那边。狗狗就因为可以帮我们搬东西，所以就给它多一点的自由吧。OK， 空降到了这个殖民地的中心，敌苏敌人来袭啊！来，我们就，他说中心嘛，那应该大约是这边吧。好，不是，这次直接丢在外面是怎么样？好，那你就上去吧。你是最你是最棘手，所以你后面一点也可以。你想过来？不可能。OK， 那他的装备呢？我先拔掉他的这个防弹外套啊，毕竟我们有些人还没有这个防弹衣穿呢。算了，那个就他要走就让他走吧。穿上这个外套，然后你嘛，这个能力也太强烈了，就不管他了。好，那第一组的敌人我们就OK， 野狼，好吧。这边我把那个蒸发气氧气拔掉之后，他就来了这个野狼了啊。就坐在这边吧。这个电线方面这边我们也要再处理一下才行。我们就这样子吧。OK，
能陷入到墙壁里面的就陷到墙壁里面去。那接下来这么快，等等哦，我看看。那我预计他们可能会从这边上来吗？从下方上来，我看看哦。嗯，不愧了，我们这边就有门口让他们走进来，对不对？连挖的功夫都省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嗯。你这几枪也还是那句啊？哎呀，果然不是呀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包你就留在这边吧。那然后这个，拿比较近剑的第一武器的。的成员就往南面走。嗯，没什么掩体可以用啊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等等，哎呀，那只黑豹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倒了！近距离，用你的散弹跳！哎呀，杰克去了呀！妈也没办法了。OK。OK。啊、去了就也没办法了，我们就剥光一下他们的装备。啊，然后妮卡，妮卡啊，不对，妮卡就尤卡啊。OK， 之后我们就挖个坟墓埋葬他吧。啊，剥光他们的衣服。那既然变当了一只角色，我觉得说，我得要补哦，丑绝人款啊 ，SO 侠的，不对，应该是 BO 吧？对 ，BO 不知道啥了。那这一只角色我们就俘虏吧。等等，先把它剥光再说。我们缺这个头盔，好，然后达拉索斯俘虏他。OK， 然后该休息的休息。哇，你也这个也太快了吧！我感觉说这个风险太大了。OK， 看起来是没得休息了。你先自我自……哎呀，不行，那就只剩下丹尼一个了。那有，无法装备这个枪，生物偏马。所以这个枪，只有某只有某些特定的人才能用哦。哦，等等，你再穿一下这个防弹衣。如果你们的伤不是很严重的话，那我得要你们的。帮忙啊啊
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留在这边打。哎呀，怎么拼也是特别的多。哇，这个肾都被打掉啊！哎呦呦，可惜我们的药不够哦，药够的话呀，可以。哎呀，结果这一次他们就走正路过来。啊，你过来。喂，不要丢！哦吼！哇哦！哦，OK，这里还是打得到。哦，那我再往上面一点嘛，好不？后退，后退，往后退。我觉得说这个要么接得好快呀，灭口啊！有 KC 啊，然后打啦，所失望啊！哎，你不，啊，原来还没有啊！哎呀，ちょっと待て、ちょっと待て！哎呦，你快走，一个喽！哎呀，你拿这个药草治一下好了，先别想太多，刚好下雨了。哦，那是，也算及时雨了啊。你只炸我家的墙壁干什么呢？哇，烧起来！OK，没敌人了吧？OK，啊，那三组的凯盗搞定了啊，这个我们好像损失也不小啊，不过也算是总算是过去了啊，好好好好好，诶，到底是呢？这个因为在室内的关系，这个雨灭不了口啊。OK，好啊，搞定啊，那我们就收理一下家里吧。哎呀！房间都烂掉了不少啊！多妮卡可以是医生吧？好了，还好。治疗一下，OK。左右背治疗一下。那这些药就开放，你们用想用就用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挖个坟墓埋葬我们的，因为了保护我们，植文帝而牺牲的人吧。就这边吧。OK，那是伤得有点严重啊。
那至于这些蘑菇布的衣服，就之后再让他们穿起来吧。空调，我觉得说，我们就干脆坐在这边的好了。没有，我们这边好像建筑元首都倒了，是不？啊，不对，还有丹尼。丹尼，你先重建一下吧。啊，毕竟我们这边，不过这个招口也是挺乖的啊，不逃跑。然后砍个树，砍个木头，放个松，什么松啊？去给我盖。这什么时候？哎，不对，你这边差一块，你把它给建完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吃饭，该吃饭的吃饭去啊。暴饮暴食，因为非常的热。居然是非常的热。那就是说这个制冷不够啊。那这边就多盖一个吧，然后这边应该是电线断掉了吧？哎，多的是，对，这边这个电断掉了。给，那然后包它起来之后，那至少我们哦，中暑而死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还想说有了这一次的话，那至少可以。可以不用担心说这个没有也见到人手，那也没办法。你心情还好的话，那就等着你盖东西啊。丹尼，来，都是你了，不把这个墙给盖起来，不然我们这边就不会太热了了。哎呀，反正我现在就不允许你们去搞别的事情了，不然你们这样子迟早会中暑而亡啊。好的，那然后建一个地板呢，我就是也就只能把它给。也就只能把它给拆掉，然后再重新放做下去了。OK，这个温度很快就降回来了，稍等一下。坟墓挖好了吗？哎呀，我还想说这个坟墓拿来盖，拿来放我们的这个杰克的嘛。等等哦，这个要设定一下，不能是指纹者的尸体。对的。好的，哎呀，结果前半那个忙，那么忙，然后事情都还没完呢。这个维修工作他给他做下去，然后这个只能。等等，杰克呢？OK，好，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给安葬了啊，不错，
OK，那，虽然不算是很完美的处理了，不过至少我们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。那这边把它给再收一收就行了。这边还是有点的热，这个温度降的不够吗？3台了已经。不够的话，那就再一台下去吧。所以包你的，只剩下这个郁郁香哦，向马伦出售，20顶元，24个元顶礼帽，OK。然后他就会给我们这个心灵征服装置啥米的，OK。那可以做，可以做啊。那我们就来做一下吧。圆顶礼帽一般品质以上，反正其实有些角色呢，他平常没什么事做，所以。让这边让他做一做，那一下能力也不错了啊。OK，那然后也要海奶，这个先把东西做一下，按一下。不过这次是猎杀人类，那就是过这种食物的。哎，到你，小丽，你拿这个，对。这个生物片嘛，让我没办法用这个枪。好，那爆丹尼尤卡索拉达斯来，那爆就在最后面，丹尼这里尤卡这里达拉索斯这边。哎呀，这边我忘了把它给封起来哟，哑巴。马吉的哑巴，好，马，我忘了让他拿这个小刀，算了，OK，OK，尤卡就去休息一下吧。OK，解决一切问题，解决。OK，那然后，什么声音？OK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板给铺回去，然后我们再把，谁？还有一只，从这边走进来了。那丹尼，你先把这个给盖起来。哇，你行不行啊？感觉说你好危险哦，喂。那看看，你去收拾一下。我们这个仓库被一大堆的武器装衣服给塞得满满的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哎呀，刚好杰克也是会懂一点手工啊。那尼凯是要去治疗嘛，所以我们让力来去收理一下东西吧。那收理一下之后，
没有枪的吗？啊，不对，没有头盔的吗？刚刚应该有头盔才对的。那这些衣服啊，收了一下之后，可以自己穿，可以拿去卖啊。这样子就，其实我们现在这边还是穷得很要命的啊。那你我看着他的需求吧。他要吃饭，就收完这件衣服就要去吃个饭。OK， 那这边就差不多，该去休息就休息吧。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妮卡啊，跟谁是跟爆啊？这边要等这个盖这个地板铺好啊。那就暂时先这样子，放肆放肆，让他们休息一下什么的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的时光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那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《VMware边缘世界》的时光再见啦，拜拜。